又一个瞎翻财，培根金针菇来喽！现在的金针菇去头，培根一分为二，就这么卷卷卷，对准心脏来一针。蒜末、豆瓣酱必须炒香，然后放入你备了九牛二虎之力串好的金针菇，倒入秘制酱料，焖它三分钟，最后水淀粉勾芡，撒上小芝麻，哦了。是不是有劲儿就能学会？学会做给你的小姐妹。我先缠你们为敬。哇哇哇，完全肯定万老姐的厨艺。这小薇，我能吃两碗。忍不住舔皮，哈哈哈。内馅超级丰富，是开心果口味。好吃是好吃，就是吃完像中毒一样，这个谁能受了啊。偷吃个我老姐的晚饭。没错，偷的果然好吃。背了个白老婆们，记得想我。